对啊，只是随便打一打，然后他就拉伤了。他就莫名其妙的一直飞来飞去，扣来扣去，扶来扶去，然后三分球，三分线后面大两步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干嘛？就是呢，我今天要带他们挑战一件事情，我带你们去跳水。会怕吗？还好，从小跳到大，从小跳到大。哇哇塞！好，我们今天要去宜兰南澳的金月瀑布。然后这个瀑布呢，我带过非常多朋友去，然后算简单，但是连我自己都没有到公障瀑布的最顶，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可以奇迹式的登上 K4 可以的，对，奇迹式破阵，对，我们四个男生应该一个羽球教练，一个篮球教练，一个跑步教练，一个我爸是田径教练。对，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有办法，虽然他们都是第一次溯溪，但是我手把手的把你带上去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对，然后呢，带上去之后，然后再把你们推到瀑布，然后我们就让我们自己留下来，对，精彩 ，OK， 今天会有很多精彩画面。我很大好了没啊？这画地为王，这我地盘，先撒尿就对了，先撒尿，先撇条，好。我们准备要出去了，去玩了。Yes. 去哪呢？金月瀑布。我已经这样子已经裸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是什么。今天挑战呢，就是晒黑。你是晒黑，那你是什么？跳水？没有，我们大家的挑战是什么？大家挑战就是我们要登顶哦，我们要登顶，我们要找到瀑布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其中比较难的挑战是你们要有办法跳下五米的深潭。哇哦！五米，五米。你说这高度五米还是水深五米？水深五米，所以总共十米。那个溶洞最高是多高？溶洞最高七米。哦，那我们 OK 了。小 case 啦，那还是会怕了。点点有跳水过吗？我有跳水过，小学的泳池。那这次是大学的哦。这次是大学。这是出社会的。出社会的泳池不太一样哦。芋头哎。没有跳水过，我从小怕水，然后我就带你去体验。OK， 跟着我走。今天还有一个任务，什么任务？就是安全。安全，对，没错，安全第一。所以我们的凯爸呢，对，就是给我们我把它弄得很安全，安全的设施。因为我本人是不会游泳的，你长得很安全的。好不啊，你啊，我有点点。你会救他？没有，他会比我早，因为我只让他一对。好，准备踏水喽！凉的，好，带 K4 一起出去玩。这是比较好冷的。对不起，我等一下被海豹丢包。敢泼我！我们已经抵达第一个很简单就可以到达的瀑布，然后这边有很多跳点，但是我们会继续往上攻。好，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往上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呢要玩瀑布要跳瀑布呢，就是从上面玩完之后，然后一路一路的跳下来。哇，对，坐骑型的就这样，这么刺激哦。对，好，然后先跟我走。我你的胸肌。我们是在复健，对不对？我在复健。他复健原因呢，是因为上次跟凯爸去打球的时候，强度太强了。对啊，只是随便打一打，然后他就拉伤了。就莫名其妙的一直飞来飞去，扣来扣去，扶来扶去，然后三分球，三分线后面大两步，有点言过其实了，跟不上。对啊，然后结果就休了两个月，三个月，人生第一次拉那么重的伤、啊。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只是还没有上强度。好，改天再一起打。怕凯爸跟我们打，他会无聊。对，就这样。我们要开始溯溪哦。热了吗？反正我们等一下就是会都会泡到啦。什么海龟？好冰哦！真的超冰的。静一下。啊！先舒服一下。啊！哇！好爽啊！舒服一下，对，真的会浮起来。好了，我们就溯了，我们就来上溯了。被挡住了，所以要爬上去。
这里有很好看的这个地形，应该就是大了石头啦。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走这边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等一下我们第二个挑战呢，就是呢越过这个大石头。所以这边可以走吗？这边有点难哎，要挑战吗？冒险，因为我也没走过啦，我们就自己开出自己的一条路好不好 ？OK。刺激耶，超刺激！哇哦，很飞耶！我先爬上去，你再拿过来。太夸张了哦！这边就是一个狭长型的陡道。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关卡了，不太知道这边要怎么走，要找一下路线，就是要看看哪边比较好走。你有走过这个？我没有啊，我刚刚这一段路我都没走过，都没走过，对啊，所以你刚刚临时找的。对。但是刚刚算都是好找，但是现在就要想办法了。好，我们就挑战这个落差哦，然后可能我上去，再帮你们拉上来，踩那个，然后再顶那个 ，OK， 上来。可以，好，脚再用过去，注意，好 ，OK， 对对 ，OK， 我完全走一个不同的路线，没有，脚长就是有好处。等一下，我们太快了，已经到了，到了，啊，到了，太简单的路线对我们来说，有一点，到了，我们花不到20分钟，哎，到了。哎，你是不是精锐瀑布？没礼貌，不回话。我们到了清月瀑布。我真的是想都没想过我会来这种地方。我一直很想来，但没有来过。因为其实，在城市生活，我们很少看到这种秘境。而且，因为每次都会看你来这种地方，我会想说，我应该是这一生都不会来这种地方。所以开心吧，蛮开心，开心。對對對，你们等一下享受大自然的洗礼。好，我们跟这个星月瀑布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来哦，带你们去挑战难的，跳水了，爬瀑式，全副武装的。OK， 来试试。芋头，算这种高度算第一次跳吧，对，让你体验一下，加油加油！紧张哎，为我加油一下好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！芋头加油！加油！太高了吧！帮我53、21好不好？来，五、四。你们先，再换我。他跳完就要跳了，他也有跑。你看来了，加油！都跳完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我们结束今天的旅程了，怎么样？大家都有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事吧？就是我很久没有这种挑战，体力上的挑战，因为已经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，真的、就是、爬山或者是跳水。而且有没有觉得，就是大自然给你的感觉，就是真的很开阔、很放松，然后让你真的是有能量的充电的？确实，因为这半年真的是蛮辛苦。伯文呢？我觉得脚有点痛，因为膝盖骗我。先跨脚跳，跨脚跳不会痛。对，这边有石头。对，小心哦、喔，等一下小心哦、喔，膝盖。好了，小心哦、喔。好像骗到你。对，但是还算安全范围之内。对对对，小跳。自己不小心跨太远，毕竟就是186公分嘛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就我们问一下那个188公分哦、喔，如何，芋头？
好玩吗？惊魂未定，没有惊魂，哎，没有啊，你跳完之后就不怕了吧？对，就不怕了，对。对啊，你在上面真的是蛮久的，蛮久的，大家每眉都在笑你，不是，那很可怕，真的。对了，但人生第一次，对，不错不错，挑战成功，不错，开心开心开心。哎，啊，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就这样 ，Hello。很急，年轻人就这么急，我们其实也蛮急的啦，已经憋了4个小时。好了，我们去尿尿。好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哇，博文这飞机很帅哦。哇，这画面。哇。不行啊！哎，变掉，变掉，变掉，好奇迹哦！一二三，来玩一下飞盘。开心，真的超开心的。Yes。